一名网友无意之间拍摄到一只小可爱，摇头晃脑样子十分萌，画风十分 Q 版。视频已经发到网上，引起了网友的激烈讨论。有人认为这是电视剧《花千骨》中的糖宝，也有人认为这是动画片《神奇宝贝》中的绿毛虫，还有网友直接认为这就是玩具。那么眼前这个小可爱到底是什么东西？实际上它是花椒凤蝶的幼虫，花椒凤蝶又名为柑橘凤蝶、橘黄凤蝶等等，主要分布在日本、韩国、中国和缅甸等国家。花椒凤蝶成虫体侧有着灰白色或者黄白色的花纹，前翅还有四到五条放射状的斑纹。花椒凤蝶的幼虫十分有辨识度，样貌十分可爱，黄绿色的身体，大大的头部，身上还有十分醒目的黑色花纹，看起来就像卡通片中的人物。如果花椒凤蝶的幼虫遇到危险，它会从第一节前侧伸出臭腺，释放臭气，以此来御敌。有时候花椒凤蝶的幼虫受到惊吓，头上还会伸出黄色的触角。在北方地区，花椒凤蝶幼虫一般寄生在山花椒等植物上面；在南方地区，花椒凤蝶幼虫一般寄生在柑橘上面。花椒幼虫总共分为五龄，前四龄基本上都是黑色或者暗褐色体态，到了第五龄才会长成十分可爱的黄绿色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花椒凤蝶在产卵的时候，每个叶片之下只会有一粒，这样可以保证孵化出来的幼虫之间不会有太大的食物竞争。花椒凤蝶幼虫想化成蛹的时候，会找一根树枝或者别的支撑物将自己固定住，身躯弯成 S 型，随着一根根细丝出现，花椒凤蝶幼虫最终会进入化蛹阶段。大约再过一周的时间，一只美丽的花椒凤蝶就出世了。好了，本期节目就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，下期我们会带来更加有意思的视频。